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one, and two, three, and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. 那沃尔塔颠簸转这个动作，我们首先第一个位置的发力是我们在去一个下降的状态下，然后用到我们的主力腿，也就是我们的右腿，会有一个向上蹬动，然后把我们整个人脚后跟立起来，有个向上拔的一个过程，转动到后面，然后 one 的时候呢，继续下降去转动你的膝盖 ，one， 然后完成我们的 bounce，one， 保持在这个位置之后 ，the 时候呢。边去一样的去踩直我们的主力腿，然后带动我们的右腿，也就是我们的动力腿，然后去依旧还是一样的去转动下降，反面是一样的位置，three and four， five， six， 我们再去转动的时候啊，留头甩头， seven。在我们后面的一个方位，然后继续，eight。